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我说的这把刷子，它的尺寸为40×80，俗称藏藏中宝。依然采用的是黑色的野猪鬃的中段这个鬃毛，纯棕无杂毛。此款刷子适合于刷金刚、核桃一系列的新字儿。再看这鬃毛用量，最重要的是纯棕不掉毛，而且纯棕的东西啊，它会越刷越下油。此款刷子还有另一把，就是它的白棕夹竹棕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油性，几乎肉眼可见。此款刷子适合于刷包浆、玉、松石以及掉件的保养。这款刷子呢，特别适合于手小的朋友们，因为它让你抓在手里面比较方便、比较舒服。无论是您在刷的过程中，以及外出携带比较方便。此款刷子的一套，一个前期，一个后期。